Mega Boss Uniqlo 大平买有折真系唔买？冇睇错冇睇错 ，Mega Boss 今日同22号两个礼拜日搞咗个一折饥饿感谢祭，一折真系一折咋，大约40间铺超过1200件货，通通大平卖。10点先有得攞购物证，但寻日已经有10几个人嚟排队准备霸头位扫货噶啦。iPad Pro 32G WiFi 版原价4000几，家阵只需要4600。你冇听错，我冇讲错，仲有16G iPhone 6S 600蚊有找添啊！电子嘢唔啱15蚊，法国厨具套餐啱啦啩？今日平俾你，平俾你，只系1蚊咋？平时跌都跌咗啦，今日就买到成些嘢翻屋企。嗱，再讲多次啊吓，所有优惠只限今日同下个星期日噶咋？家品电器冇兴趣嘅，去完 Mega Boss 近近地咪再去 Uniqlo 啦。即日起至22号都有优惠，正选 T 恤1993件，为起1件100蚊都唔使啊！男女装、短裤、长裤、恤衫、外套、内衣，通通都有平买，满5嚿水第一弹有得换购福袋，第二弹送你环保袋，真系最怕你唔理啫。